你们班上有几位同学？一共有9个，都是美国人吗？不都是美国人，有5个美国人，2个日本人，一个法国人跟一个德国人，几个男生，几个女生？6个男生，3个女生。Listen again. 你们班上有几位同学？一共有9个，都是美国人吗？不都是美国人，有5个美国人，2个日本人，一个法国人跟一个德国人，几个男生，几个女生？6个男生，3个女生。